与诸佛所修诸三昧，经一小劫得无生忍，经过一小劫成就呢无生法忍，经过一小劫呢登八地啊。前面那个上品上人就很快了，你看你去了以后呢，就花开见佛悟无生啊，立登八地呀、啊。现前受记是名上品终身者，你看这个记诵呢是一个概括，不必持诵方等经，善解意趣心不动，深信因果不办法，以此回向而求生，临终三圣来接引，持紫金牌至其前，以千化佛俱受手，即见身坐宝莲台，合掌插手赞诸佛，如一念心生池中，宝花金树方乃开，即见其身自真金色，主导莲花佛放光，普闻众生说妙法，七日一道不退转，经一小节得无生。那么啊，善解意趣啊，于第一意心不惊动呢，这个是说解性解心呢、啊。法呢有教理行正，那我们修行人修行的这个次第呢，它也就有性解行正。首先我们有身性，然后要理解啊，然后要行持啊，闻思修三会呀 啊，然后呢正入啊，正入。所以呢善解意趣于第一意心不惊动呢，就是说对法的理解，深信因果不忘大圣呢，是说信啊信。那么深信因果呢，是从四相上来说信，四相上呢，我们一言一行一举一动，我们呢都业果如理取舍。那不忘大圣呢，是从理体上来说信。偶一大师在临风中论上面说呢，欲速脱轮回之苦，莫如慈名念佛求生极乐世界，欲决定得生极乐世界，又莫如以信为前导，愿为后边，信得决，愿得切。信呢很决定，真信啊，产生圣解，坚忍不动啊，愿呢是切愿啊，非常自诚恳切地愿彼说佛，愿生极乐，虽散心念佛亦必往生啊，信不真愿不猛，虽一心不乱亦不得生。如果你单单就只念佛，你没啊信不真愿不猛呢，你就念到啊，风吹不进雨打不进啊，因为你没有真性切然啊，亦不得生。所以说得生与否全在信愿之有无啊，品位高低全凭慈名之深浅。那这个信呢从哪里得来呢？就是本章所说的深信因果无谤大圣，那信解都有啊，善解意趣于第一意心不惊动啊。第一说什么呢？第一六祖大啊，那个偶益大师呢就说六性，性自性他，性自性理，性因性果。性他相信释迦牟尼佛是真语者、实语者、如语者、不妄语者、无异语者、无旷语者，真实不虚，信佛语。那么呢也信阿弥陀佛愿力宏深，誓愿广大，也信呢啊，那么我们信愿念佛光佛，必定呢蒙阿弥陀佛接引啊，同时也信呢弥陀经上所说的六方恒河沙数诸佛处广长舌相来
赞叹净土法门，这就是信他佛。信智呢，就相信什么？相信我离体这一佛性来说，自信清净法身来说，与阿弥陀佛无二无别。那么这个极乐地净土，那事实上呢，也在我一心中具啊。我虽昏迷倒惑，苟一念回心，决定得生。自信本具极乐，更无疑虑，是名信智。我现在虽然昏迷倒惑啊，迷惑颠倒啊，颠颠倒倒啊，这样子呢，是一个苦恼凡夫。如果能够一念回心，真正深信切愿求生极乐世界，那么呢，我决定得生。为什么？因为自信本具极乐，那个是我们的本具的佛性啊，我们的自信显发啊，彻底究竟的显发。这样子呢，我们就知道哦，其实呢，我们去西方极乐世界怎么样？也是不从外得，也是呢，我一心中具，所以呢，就回到我的故乡，回到我的老家，所以呢，更无疑虑。信事信理信因信果，从事项上来说呢，我们也是信。我现在呢持名念佛，信愿持名呢，将来呢决定得生净土啊。所以信字呢是信自信如佛，信自己呢本具如来智慧德相。所以呢，我们从四个方面来理解。第一个是，我们生在这个娑婆秽土啊，所以呢，我们一切呢多所欠缺，几乎忘掉了我们本来毫无欠缺的圆满境界。事实上呢，何其自信，本质具足啊。而我们一生净土呢，西方极乐净土依报正报殊胜庄严，那就正是显示我们本来毫无欠缺的圆满境界。我们自信呢，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啊。我们一去呢，我们马上呢就显示出来，显现出来。极乐净土的一正庄严，正是显示我们本具的这种圆满境界，那么就打破我们现在多所欠缺的业境、业力境啊。业力呢，它蒙蔽一切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好像呢就一切多所欠缺，其实呢本来具足啊。第二呢，我们在娑婆世界一切多所染着，几乎就忘掉了我们本来毫无染着的大智慧境界、正智境界。净土法门，我们净土法门呢，正是显示我们本具里本来毫无染着的大智慧，打破染着的恶习，然后呢，我们成就清净心。第三呢，我们在娑婆世界，一切多所障碍呀，很多事情不如意呀，几乎就忘掉了我们本来毫无障碍的神通境界。那净土法门正是显现我们本来毫无障碍的神通境界，打破我们愚痴的凡夫的情见。然后呢，第四
次的画面是，我们在娑婆世界一切多有苦乐啊，有种种的三苦八苦无量诸苦，几乎就忘掉了我们本来毫无苦乐的安乐境界啊。净土法门正是显示我们毫无苦乐的安乐境界，来打破我们生死的迷梦。所以呢，偶一大师的弟子啊，诚实法师就打了个比方说，如酒席六字大明咒制作噩梦时，平时啊，我们平时呢就念就是大明咒，阿弥陀佛，然后这晚上这个在做噩梦呢，觉得哎呀，有很大的一个石头压下来，突然在梦中间啊，有大石头压下来，我很惊慌啊，然后呢，马上就持诵，梦中间还能够记得持诵六字大明咒啊，自信神咒唤醒自信迷梦啊，所以说自心起念，还念自心，这个是净土法门的要素。我们自心起念，念弥陀，还念自心呢、啊，还念真心呢、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要知道，其实西方极乐世界圣妙的净土，就是我们最彻底的清净的本来面目啊，本来面目。所以呢，我们真正能够深解意趣啊，善解意趣啊，于第一义呢心不惊动啊，我们对于净土法门就真正的深信，真正的呢啊毫不动摇的圣解产生了啊，我们就真正的深信了，就不会天天说跑去哎呀打禅堂里打打坐，哎常常话头，明天又跑去跟一个上师学学密做做手印，后天又去哎呀我还是去五台山去学戒律，以后呢要跑去哪里读书学院去学教呢，这个都是没有真正的呢啊善解意趣，没有真正的善解意趣所以偶益大师啊说，念得阿弥陀佛成熟三藏十二部，极则教理都在里许，三藏十二部最甚深的法第一义谛都在里面了，千七百则公案向上机关亦全在里许，禅宗里面参禅参公案啊，历来祖师大德一千七百则公案呢，向上的机关呢啊，出关啊，出参啊，从官劳官这些向上机关呢、啊、也都全在里许啊，三千威仪八万细痕三句境界亦全在里许，所以我们就说啊，律是佛身，教是佛语，禅是佛意，唯有净土法门呢是圆修佛的身语意功德啊，圆修圆证如来身语意功德，我们光听了就更微妙了。你看，前面的是三观呢，观依报庄严，观正报庄严，观正报庄严就成就佛身了，观依报庄严呢，就成就佛的净土啊，就是成佛啊，就是成佛啊。后三观，九品往生呢，就是度种种根性的众生啊，与大乘佛法的众生，与小乘佛法的众生，平时造恶业的众生都可以呢九品往生，都可以以净土法门来摄受，帮助他们超出轮回，这个是所以说九界同尊十方共赞啊，十方诸佛都要出广长舌相来赞叹如是甚深不可思议的法门。偶益大师说，真的念佛放下身心世界即大布施度，哎，你真的念佛啊，六度都在其中啊，放下身心世界啊，
就是大布施啊。真人念佛不复起贪嗔痴慢，即大持戒度。真人念佛不计人我是非，即大忍辱度。真人念佛不烧间断夹杂，即大精进度。什么是精进呢？心清净是真精进啊，不是你外在的身体的勤苦啊。真人念佛不负妄想持足，即大禅定度。不会打妄想啊，啊，妄想纷飞呀、啊，啊，不会有这些妄想纷飞啊，这个是大禅定度啊。真人念佛不为他其所惑，即大般若度啊。真正啊，善解意趣，于第一义，心不惊动，深信因果，不谤大圣啊。这个了解净土法门的妙处啊，这个是真正的清净无漏圆满的大智慧啊。所以莲池大师说，三藏十二部留给他人悟，八万四千门饶于他人行。那么当然这个呢啊、我们一定要啊、透过了解教理，不是说你三藏十二部呢那就不用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哎，随分随力，随自己的力量和根性和智慧呢，多了解多闻法啊、破执着，这样子呢大开元解。开元解人修行一天呢，等于那个着相修行的人呢修行一个大劫呀。所以呢这个善解意趣啊非常重要啊。愿呢是切愿，切愿要能够真正的愿离娑婆，心求极乐，而且呢愿将来成就无生法忍，回入尘劳，广度众生。所以我们每一次所有的服事也好，功课也好，都会做苦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。苦愿一切六道中间沉溺流转受苦的众生啊，如母众生啊，都能够快速地往生到无量光佛的刹土，往生到阿弥陀佛的刹土，也能够显现自信力，无量光明，无量寿命。临命终时呢，心生颠倒啊，往往都是因为愿不生不弃啊，愿不生不弃呀、啊。如果你愿力非常强大呀，你平时没有什么念佛，你临命终时，你这个愿力很强大，临命终时呢，真正的弃愿呀、啊。真正的一切放下，就愿求生极乐世界，马上就可以去啊！但是这个世间呢，举世尽从忙里老，谁人肯向死前修？真正的放下的人呢、啊，很少。这跑跑那里跑跑啊，这样念念那样念念，倒是很多了啊、所以呢，我们要真正的身心切愿，要能身解意趣。愿呢、啊、也非常重要，愿非常恳切，一刹那中都能往生。有个故事呢，说那个北宋时候啊，开封大相国寺，大相国寺呢有一个沙弥啊，在课堂里面做灶客，那么他场所很大呀，所以有很多灶客。这个灶客呢，他就专门负责客人来了，拿毛巾给大家擦擦脸，洗洗手，他就专门掌管这个。那有一天早上一清早啊，就来了一个卖花的，上来拜佛的人多少人呢？向他买花呀，挑一担子花呢，两手都是污泥呀、啊，就跑到课上来，向他这个盆子洗手。这沙弥就很不情愿，觉得这个人脏死了，很不情愿，他在勉强的就给他了。他就好像自己家里一样，马上拿盆子舀一盆水来洗，哎呀，一盆都是污水，
洗完以后那个手还是很脏，又拿着那个新毛巾去擦，这上面一下子就火起来了，火冒三丈啊，拿起那个卖花的那个人的扁担啊，一扁担就敲下去。但是呢，当时心里有点气哦，一失手呢就把那个人打死掉了，哎，糟糕了，闯了祸了，马上就跑，跑到五台山那个总持寺啊，跑到总持寺去了，总持寺休息，很忏悔修行呢，后面呢就有一个悟处啊，明心见性呢，所以二十年以后呢，他做了这个坐在总持寺里主持，有一天呢，很奇怪，他突然呢就命令啊，民追集众，让大家到法堂来。他说：“哎，今天没有人请法呀，为什么要到法堂集中呢？”那么这个住持和尚就回答说：“且看老僧了却二十年前一段公案。”那么宋朝的那个北宋啊，那个张俊呐、那个部队就在五台山，所以呢，那天呢，他们集中以后啊，果然呢，就是部队里面有小兵呢，他就是寺院里来，东张西望啊，来到法堂了。很奇怪哦，他来到法堂，看到那个住持啊，住在那里面，他从来以前从来没见过啊。那个小兵啊，刚刚十八九岁啊，他说一见到这个住持，他就很奇怪，他就马上张弓搭箭的要射死他，就射他。那么这个师傅说，请你射，请你射我啊。他要是请射他呢，这个小兵就觉得很奇怪。他就不射了，他就说：“哎呀，好奇怪哦，我们本来今生都不认识，素不相识啊，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啊，为什么我一见到你我就想射杀你啊？”那这个住持就告诉他这个意愿是怎么样？这个小兵啊，他当时是怎么样？给那个沙弥啊失手打死了。其实他这个人道的这个业没有受尽呐，马上又投胎做人了。然后呢，十九岁了，又再见面了，又再见面呢，那么说一见到他呢，就很仇视他呀。这个世间呢，其实没有什么偶然的事情呢，没有什么意外的事情呢，都有因果在其中的。我们说飞来横祸啊，那是因为不懂因果，不能够了解这个因果啊，没有什么飞来的横祸。还是你数次有这个因，有没有什么横财就手，没有什么意外之财，还是你数次有这个因，又不用去贪呢？贪来贪去，还是你命里面有的，所以呢，要精进修行了。命里面没有的，你通过修行得到，那是真正的了解佛法。所以呢，这个住持救了这个小兵呢，把他们。在前面的在开封大相国寺里面的公案讲出来了，这个小兵呢，马上呢他就悟到了，悟到以后呢，他也觉得这人世间呢没有什么意思啊，他就说马上站在那里呢，就拿手里面拿着弓箭，站在那里就说了一个偈子：冤冤相报何时了，累劫纠缠岂偶然，不若与师俱解释，如今立地上西天。他就很立身呐、很高深的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念了几句就站在那里面就立化呀，走了。这个愿很切了，其实说的事情没什么意思，这个愿力很准确，他以前没有什么闻过佛法呀，你看，马上的愿很切，站在那里面就走了，这个是很厉害。那么法师呢，他有时站在那里，他就坐在那个法座上面了了这种公案了，也念佛了，就圆寂了。你看这个小兵他为什么走得这样子干净利落啊，完全凭他的愿力啊，凭他这个非常强力非常坚强的一个求生净土这么一个愿力，所以呢心性气愿很重要那么愿呢还有信来了，你没有真正的信，那么你对于净土法门这个了解不透彻，你对世间还有执着，还有分别，还有留恋，那你这个愿就不会很切呀。所以呢，我一大师一再地说，
得生与否全在信愿之有无啊。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能够深解意趣，要能够理解这一句阿弥陀佛的万德佛名，当体就是地震法界，当体呢就是我们的佛性，能说所说，能度所度，能信所信，能愿所愿，能执所执，能生所生，能赞所赞，都是诸法实相，都是圆觉妙心啊，都是真如佛性。所以呢要知道啊，能说的释迦牟尼佛，所说的阿弥陀佛啊，所说的净土法门，能度众生的佛和所度的众生都是诸法实相，能信的心和所信的法净土法门，能愿我们心求极乐啊，愿你说佛，这是能愿。我们所愿的极乐世界，我们能持，能持念佛光佛的僧侣一三业呀、啊，所持的阿弥陀佛的万德洪名啊，那么能往生的信量恒三资粮和所往生的四种净土啊。凡圣同居方便有余十报无障碍普常寂光四种净土都是诸法实相，能赞的释迦牟尼佛和六方恒河沙数诸佛，所赞的阿弥陀佛一报正报的万德庄严都是诸法实相，都是我一心本具，都是我一心本具。所以呢一定要敢于承当，敢于承当啊，这个是于第一义心不惊动啊。这样子呢啊，其人临命终时，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啊，一心十念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啊，念即而空，能所双往啊，心佛一体。心外无佛，佛外无心，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啊，这样子呢，所以呢决定能够上品上身啊，上品众生啊，达到呢理慈啊，念而无念呢是不着相啊，三轮体空啊，没有能念的我，我之破了，没有所念的佛号呢，法之破了，无念而念，四相上面呢又依然在不断地念，我法了不可得，而这一句佛号呢又净念相继，历历分明，一天到晚呢从来没有间断过啊，不夹杂不间断啊，妙行胜果不可思议，妙行就是信赞慈名观佛念佛啊，胜果呢就是临终佛现皆有往生啊，根据慈名功夫的深浅啊，那么所感得的接引的佛和所生的净土不同，虽然是所生的净土不同，而又一生一切身，故为见思乱故，感变化生活及诸慎重现前啊，那你如果扶住见惑和识惑没有断，扶住啊，那么呢念佛成片呢，念生活来临生凡圣同居净土，断见识惑呢啊，那么就能够四一心不乱呢，能够呢生方便有余净土，不为二边，不为有边空边乱故啊，感受用生活，报身阿弥陀佛基督圣众现前，往生十报无障碍净土和常寂光净土，所以所持的名号真实不可思议啊，
所持的名号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真心，就是我们的佛性啊。人子的心性亦不可思议啊。人子的心性是什么？自信佛啊，自信阿弥陀佛啊。所以呢，所持的名号真是不可思议，因为即心啊。人子的心性也是真是不可思议呢，因为即是佛啊。所以呢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，这个是我们啊一定要了解呢。这个上品众生呢，最关键呢是要能够于第一义心不惊动啊，心不惊动。虽然没有管学佛文，没有啊那个对啊大乘方等经典啊没有学那么多，但是呢，还是对大乘法门非常好乐，非常欢喜。所以呢，这个是上品众生，以下是上品下生啊，上品下生。阿师是王经啊，你看阿师是王，他那个业那么重啊，到临终呢后悔忏悔念佛一心求生净土啊，他都真能往生啊，而且品位还相当高啊，是上品众生啊。何况是我们呢，所以我们啊一定呢要求上品生，对于佛法真正的信入了，真正的透彻理解啊，一定要求的上品上升。上品下生者，亦信因果，不谤大圣，但发无上道心，以此功德回向，愿求生极乐国。行者命欲终时，阿弥陀佛及观世音大势至与诸菩萨持金莲花，化作五百国来迎此人。你看这个条件又降低了，异性因果也生气来观佛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，而且呢世间世俗正见业果如理取舍，不会诽谤大圣。但是呢他被那个于第一地心不惊动啊，对大乘佛法的那些理解啊，那些呢就达不到了，也没有提升的要求了，只是呢但发无上道心，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但发菩提心呢、以此功德回向，愿求生极乐国，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那么临命终时呢，阿弥陀佛和观音四字啊来迎接啊，以及五百化佛啊来迎接。那么他所成立呢是金莲花啊，五百化佛一时受手赞言法子，如今清净发无上道心，我来迎汝。见子事时，即自见身坐金莲花，坐以花合，随四尊后，即得往生七宝池中。那五百化佛啊，都来迎接啊。前面的那个上品众生呢，是薄吉菩萨具时放光啊，造行者身呢。这个放光加持消业障啊，也是非常啊非常殊胜的。非常殊胜的，无量寿经光明遍照第十二，受众无量第十三，都是介绍极乐世界里的正报庄严啊。阿弥陀佛光明善好，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，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，是故无量寿佛亦号无量光佛，无边光佛，无碍光佛，无等光佛，亦号呢智慧光、常照光、清净光、光喜光、解脱光、
安稳光，超日月光，不思议光，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，垢灭善身，身意柔软，佛光照满。佛光照，我们现在能够闻到这个法，我们心开意解，我们很欢喜，就是阿弥陀佛光明加持我们的啊！无量光佛呢，是光中含有真实智慧。日月的光明呢，虽然有亮光，但是呢，没有智慧啊。佛放出来的光呢，充满智慧。佛把他自己所修行的啊，所修得的称性的般若智慧呢，用光明播散到十方。那众生呢，蒙到佛光的照耀呢，就能够得到佛的本愿智慧的加持，也能够呢纪念他佛成我自佛，显化自性本具的光明。无边光佛呢，是表示解脱平等，万法亦如，无碍光佛呢，是表示无有障碍的，因为本体清净寂灭，妙用自在，所以呢，无有障碍，慈悲无障碍的，所以呢，佛光铸造呢，就能够让众生身心自在，入解脱之门，就是佛光照啊，很亮。既能够让我们增长智慧，又能够让我们欢喜自在。日月的光明，不管你怎么照啊，照不出自在的呀。所以呢，这是佛光呢，善好之处啊，善妙啊，非常殊胜之处。无等光佛，因为殊胜到极处啊，佛陀啊，这种自信智慧光明加持众生呢，殊胜到极处，没有人能跟他相比的，所以称之为无等光佛，一号智慧光，光明呢，智慧光明破烦恼，一号常照光，继而常照啊，有啊这个如如不动的本体呢，又能够继而常照，清净光是能够加持众生舍离贪嗔痴，成就清净心，欢喜光令一切众生呢心开意解，得大安乐啊，解脱光让众生能够得解脱啊，能够离相修善，平等利益一切众生，安稳观，安稳观加持众生呢，离生灭心啊，离生灭相，超日月光，超过一切有相的物质的光明，超过日月的光明，不思议光。十一光呢是做一个总结了啊，所以这个十二种德号嘛啊，不思议光佛，不思议光做一个总结，圆满包含不可思议的功德啊，所以呢，众生呢欲思光者，垢灭善身，身意柔软啊，身意柔软。那这里面呢是五百啊，阿弥陀佛与观音四字呢五百化佛。来引起人，五百化佛呢？啊，化佛呢？啊，称赞行者，接引往生。见此四时，即自见身作真莲花，坐以花合，随世尊后，即得往生七宝池中，一日一夜，莲花烂开。七日之中乃得见佛，他这个呢又差了一点了啊！一天一夜莲花才开，而且七天才见佛，虽见佛身与众相好，心不明了。虽然见佛身，但是呢，对于相好呢还不明了啊，还不明了，就是啊，
智慧、功德都比前面的啊、比上面的上品上身上品众生都差了。我们娑婆世界的那些殊胜的所依啊，众生的戒重啊，他也渐渐也都隐没了，也都隐没了。那个大昭寺那个释迦牟尼佛像啊，加持也非常大，殊胜所依。而且有个说法，药王山上呢有个天然石头上生出来一个佛像，啊，一年一年生出来一点点，那个像完全生出来，大昭寺的佛像就隐没了。这边讲到呢，啊，于众相好，心不明了，啊，心不明了，于三七日后来了了，也要经过文法修行啊，三七二十一天以后呢，才能够了了见佛相好庄严，闻众音声皆演妙法，游历十方供养诸佛，于诸佛前闻甚深法，经三小节得白法。明白啊，对一切法的那个通达，世亲菩萨呢做了一个白法明门论，那心王法有八个，心所法呢51个，心不相应行法呢24个，色法11个，无为法呢6个，共成5位白法啊，实际上呢是看过一切法的把那个瑜伽师地论的660法浓缩为白法的这个我们就不多讲。这里面的白法明白呢，是说明对一些法呢都能够通达了住欢喜地，那么呢要经过三小节呀，它才能够证得初地，是名上品下生者，是名上辈生祥，上辈的三品啊，名第十四望，第十四望。上辈三品我要知道，都是因为怎么样？都是因为因缘好啊。他这个因缘好，他遇到大圣佛法呀，而且呢，他又能够信乐啊。能够信乐，所以呢，啊。往生品位比较高。那么善导大师啊，之前呢，以前的那些大德啊，他们判教呢，就认为上品上身、上品中身、上品下身，来自于中品上身，这个凡夫都没份。善导大师呢，他就告诉我们，其实呢，如来心常明念呐、啊，常目众生啊，上品上身凡夫都有，不过呢是大圣极善的凡夫啊。以前的诸师呢，他们判教就说上品上身是指4地到7地菩萨，4地到7地的菩萨。他们为什么这么判呢？什么理由呢？是因为根据这个经文来看啊，演说妙法，闻已即悟无生法的人，你看那个上品上身，我们看一下他这个条件啊，这些根器呀、因缘来引和往生得意呀、你看往生得意呢，啊，身彼国矣，即时见佛，自闻妙法，立登八地，立登八地呀、所以呢，他们根据这个呢就判。起码呢是4地到7地的菩萨才能上品上身啊。为什么？根据那个忍位啊，忍位呢，人王护国般若经啊，人王护国般若经，上面呢就说了人法啊，初地、2地、3地呢得应身人，4地、5地、6地呢得柔顺人，7、8、9地呢得无生法人，10地等觉妙觉佛果位呢是寂灭人啊，是寂灭人。所以呢，他根据这个来判断，你看他一生到马上就成就无生法人呢，那么起码也是4地菩萨啊，来自于是7地菩萨，所以4到7地呢才能够上品上身，他们是这么来判教的啊。
上定终身呢，他们就判为初地到四地的菩萨。为什么？因为也是看经文说，道比经小节得无生法忍，上品终身呢，去到以后呢，七日则不退转，应时飞行十方，历时诸佛经一小节等八地，啊，经一小节呀、啊，所以呢，啊，他们也根据这个来判是初地到四地的菩萨才能上品终身。这里面这个名相大家要了解啊，一些基本常识要知道。哎，那个十姓、十住、十恒、十回向呢，这个四十位这个次第呢，要经过第一大阿僧祇劫。我们经常说成佛啊，显教修行成佛啊，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。你以为你现在皈依你就经过三大阿僧祇劫，你学这个显教你就可以啊，你学这个普通的这个教理你就可以啊，你就可以那个成佛吗？不是。如果你没有殊胜的加持，没有修净土啊，你不要说三大阿僧祇劫，你就成点劫都不一定成佛。为什么？他那个说三大阿僧祇劫是说初信位，你起码已经达到了初信位了。初信位开始，十信、十住、十恒、十回向，这个四十位呢，要经过第一大阿僧祇劫。然后呢，由初地到七地呢，要经过第二大阿僧祇劫；由八地到十地呢，是第三大阿僧祇劫。然后呢，再到等觉位，后不成佛。所谓的三起修福慧，百劫众相好，而且现成佛呢，还经过百劫修行，还众相好的因呢，成就三十二相、八十随行好，正得妙觉佛果位，成就妙觉佛果位啊。虽然是说三大阿僧祇劫修行成佛，那么呢，所以呢，以前的上道大师，以前的诸师啊，判了上品终身呢，起码也是初地菩萨啊，七地菩萨啊，才能呢达到这个上品终身啊，初地到四地呀。他们判那个上品下身呢，是判为种姓以上至初地以来的菩萨，种姓啊，种姓我们已经讲过一个，我们前面讲了那个。啊，极乐世界啊，那个摩尼珠王啊，如意珠王啊，水流十四支啊，十四支我们讲到十四人啊，十四人其实也就是把这个人王经上面的福人、信人、顺人、无生人和寂灭人呢，把它开展开来讲而已。那么这个种姓呢，我们又说五种姓啊，三色五姓啊，也就是说呢六种姓。那么这个六种姓呢，是指什么？种姓以来呀，啊，种姓以上到初地以来，这些菩萨呢才能够上品下生。所六种姓是说起种姓，起种姓呢是指十住位，啊，性种姓是指十恒位，道种姓呢是指十回向位，圣种姓是指初地到十地，圣种姓。前面是三贤，十住、十恒、十回向，这是三贤。后面的初地到十地呢，十圣呢，三贤、十圣共忘机啊。那么呢，再往上呢，就是等觉性。第五呢，就是啊等觉性。然后呢，第六呢，就是妙觉性，妙觉佛果啊。所以这里面的种性是指什么？是指习种性、性种性、道种性这个三种种性，所以说种性以上初地以来的菩萨才能，以前的诸师判教啊，他们认为上品下生的是种性以上初地以来，初地以下才能够上品下生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凡夫没分呢，是十住、十恒、十回向，习种性、性种性、道种性。十住、十恒、十回向，这个三十个位置里，三贤位里菩萨
才有份。所以如果你看到以前的读诗的说法，我们上辈上品往生还不就没份呢？那我们来看看善导大师如何来破斥啊。就是教你的文思啊，一定要非常细致，要破除疑惑。善导大师如何破斥呢？第一个破斥是初地至七地的菩萨是圣种性，是法性生生和变异生生，已出烦恼之家，已出三界之家，已不再受分断生死之苦啊！就是说初地，你看上品中生，是初地到四地啊，上品上人四地到七地啊，以前的都是这么说啊。但是事实上他们怎么样？他们哪里还需要那个韦提希夫人来请法呢？因为他们已经成就了，所以呢，他们都是法性深深和变异深深的。法性深深，法性深深呢是空，无自性；变异深深呢是妙假随缘，变异深深呢是还有变异生死啊，还有变异生死。但是呢，他已出烦恼之家，已出三界之家了，他不受分断生死苦了。第二呢，初地到七地的菩萨已经双修福德智慧，而且呢，神通自在，可以变现十方，以神通力啊，化现到十方，化现到十方，以变异生生到十方来去见佛闻法。以变异生生到十方诸佛净土去闻法了，所以第三个方面呢，初地到七地是实证呢十报庄严净土啊，他们已经实证十报庄严净土，分证常寂光净土，所以呢，他们都能够常闻报身佛说法。所以初地到七地菩萨，他们都神通自在呀。哪里还需要韦提希夫人上佛请法来讲极乐世界求生的方法呢？哪里还需要呢？所以善导大师说八十华严上说呢，如华严经说，从初地至七地所行诸恒，皆舍烦恼业，以回向无上菩提故。所以呢，初地以上七地以来呀，都是法性生生和变异生生，他们已经舍离分断生死之苦，他们已经是二大阿僧祇劫双修福智啊，人法两空，直到七地啊，前面的信十住十恒十回向。这个四十个位次呢，信住恒向四十个位次呢，就是第一个阿僧祇劫。初地到七地呢，是第二个阿僧祇劫。那么他到七地呢，两大阿僧祇劫呀，以及这双修福智啊，人法两空呢，都是不可思议、神通自在游戏十方、度化众生的大菩萨啊。所以哪里还需要韦提希夫人来帮他们请法呢？人法两空啊，大智度论上面说能够，我们说生忍法忍无生法忍，你修众生忍，众生伤害你，你忍安忍如如不动，可得无量福啊。修法忍呢，于生法心不惊动，可以得无量智慧。那么人空呢，就是众生忍。法空呢，就是法忍啊，所以说他们人法两空，双修福智啊，不可思议。而且还有一个方面是身具报土，常闻报身佛说法，能够规划十方，须臾遍满，更有何事？
那么已经成就了，更有何事呢？乃即为题为其请佛求生安乐国也。由是闻证诸师所说，岂非错也？这个善导大师的博士呢，他们已经成就了，哪里还需要？说当然四相往生极乐世界，然后成佛呢，这个是要理。但是呢，这个三类九品都是为凡夫说理，善导大师这个说法呢，就说的非常透彻啊。所以呢，可见上辈三品都是大圣凡夫，凭阿弥陀佛愿力得往生。前面诸师他们，前面那些法师他们判教为什么不圆满呢？因为他们不圆满的地方应该在哪里？因为他们都是以为往生西方啊靠自力。哎，你靠自力，你看你无生法忍呐、七八九地啊，所以你要修到起码要修到呢四五六七啊，四地到七地啊，一去到呢就八地成无生法忍了。他们是以为呢是靠自力，就没有真正的深入透彻的了解阿弥陀佛的宏深誓愿愿力的价值啊。所以呢，我们不要含糊笼统这样子读过去啊，混过去，一定要能够搞清楚这个九品往生它的条件，它的理论，然后呢，这样子才能够毫无疑惑、毫无怀疑，完全呢，我们深入的文字以后啊，就能够真正的完全相信善导大师所说的。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化现的，说的非常透彻，然后呢，让我们增长信心啊。所以呢，上品三辈都是为大圣凡夫，善解意趣啊。大圣凡夫，他们呢，他们能够善解意趣啊，心不惊动的，他遇的缘分好，他遇到大，遇大则大，遇小则小啊。遇到大乘法呢，所以呢就上品啊；遇到小乘法呢，都是中辈三品呢、所以呢，我们能够深解意趣，不忘大乘。我们听完了这么多法，我们欢喜信任啊，我们深解意趣啊，都能上品圣。所以善导大师说：“诸佛大悲于苦者，心偏悯念常莫众生。”这话说得很透彻啊！诸佛如来他是特别慈悲关注那些受苦者啊，受苦的六道凡夫啊，心偏悯念常莫众生。